说一下，咱们把这个累重给清除这一块，咱们把这些所有的数值都给清除掉。这个需要怎么弄呢？咱们里边的数值60组数字全部都满了以后，咱们要把这个数值要清掉。清除掉以后，咱们有两种方法，一个累清，累清只是把当前的这一个页面给清除掉，按一下累清7，然后按一下确认，千万记住这个确认只能按一下，不能按两下，一下是就是把那个数值给清除掉，如果按两下就是不会变成非称，看到没，非称就是不过称，你再怎么弄它都不过称，状态非称，如果需要再把它弄回来，再按一下非称，它会回来，然后咱们现在又开始过称了，这个意思。然后如果说把这一个所有的60组页面全部清除的话，在这儿还有一个8号，总清，然后按一下确认，就按一下，按一下就不用管了，然后它会自己清除掉所有的60组数字，现在变为1了嘛，所有的60组数字全部把累重全部清为0。